在平凡都有温暖。为了他多少年，男人最怕一怒为红颜，为了他喜诺言，兄弟永远摆在利益之前。狂风中最清醒，人在患难之中见真情，重义气真感情。我们这样的男人真心特别日人民。丢，谢谢平安哥，谢我们的平安哥送两个 PK 票，谢我们的荣飞。谢谢山城哥，谢谢沙漠风哥送来的百元榜。我要开启我的死亡小 PK 了啊！哎呀，我不知道白天 PK 能什么样子呀？弹窗了吗？我弹了。广播广播，我是真人。谢谢我们的29话哥。我啊，瘦那么一小点点，嗯，弄俩啥，老大弄俩肘子补补，确实瘦了。你吃他也那个啥，他也瘦，确实是瘦了。怒冲20啊，那我用不用给你一首歌的时间呀？你冲好了吗？明明知道你已离去，我10点多我就醒了。我昨天几点睡？快5点我就睡着了。哎，不是快5点，快4点。10000红钻已经准备好了。10000红钻是多少？那我到了啊。10000红钻是100吗？好像10块吧。睡得那么晚，还有别的事呢，好多好多的事不得处理吗？啊，10块，好好好，上电视了啊！这都是要赞助10块的是吗？哦，够了，10块钱就够我吃了。10块差不多，50也行啊，100也可以。乱动的时候一次卡了。哇哦，你好，菲儿。哎，你好。好哇，我就老是听到你，但是一直没有第一次连到你。谢了，我好开心啊。啊，你是唱歌主播吗？我是唱歌主播。啊，那我要不我们唱歌吧。嗯，对，但是可以你先吗？我就想比较想听你先唱。行呀，你喜欢听什么类型的歌吗？我就听过你好多歌，就是那种，就比如说像袁惟冰啊，就还有那种伤感老男人的歌，我都超喜欢。嗯，超喜欢，那就随便来一首吧，都行啊。
年轻难度大哥，来吧，就我们对面的小美女。好，谢谢各位大哥的礼物啊，那咱们来一首成都的吉他弹唱。欢迎各位啊，欢迎各位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感谢，谢谢，来吧，谢谢来吧的冰雪起了。
你直播多久了呀，美女？我播了半年多。嗯。啊？我播了半年多，没播多久其实。哦，老大你来口失宠，老大你来个成都，价格一会儿给你们这帮老男人唱啊。嗯，价格合适。人家不会买我的，怎么可能？真的很服。好啦，时间也要到了，我们下次有人再见啊！嗯，拜拜拜拜拜拜拜，嗯，拜拜粉儿。给你来首老男人的歌。让我眼泪的下的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知你的温柔，一路还要走的家，我转着你的手，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挣扎的自由。分别总是在九月，思念是忧愁愁，深秋嫩绿的垂柳亲吻着我的额头，在那座阴雨的小城里，我从未忘请你，成都带不走的只有你。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我的衣袖，手沉浸孤岛，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现在这首歌送给大白云吧。Bye.
好热呀，不想走。成都有多热现在？我看咱家有个主播在呢哈，连一下。平时都晚上很少直播。谢谢六哥，也谢谢我们的好日子。哎呦 ，Hello！ 我就白天能看到你，就晚上的时候基本上都看不到你啊。啊，老大，你这两天怎么就是也中午直播啦？嗯，就这两天。啊，我昨天还说看那个飞龙哥啊，天上那个飞机都没停啊，那樱花。白天吗？啊，对呀、啊，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刚开始你开播了嘛？我昨天开始还说，我看飞龙哥在刷樱花，我说哇，我说真好，我说老大没开播，然后那个飞龙哥在这怼墙刷樱花，我说真好，我什么我直播间有、哎、我没开播被我怼墙刷礼物的人，我的妈，这么火吗？对呀、啊，嗯，欢迎飞宇哥啊，欢迎你。你平时的话，直播到几点？都几点到几点呀？啊、嗯，我现在是上午9:30到下午2:30吧，3:00差不多这样。就一天一场吗？嗯，欢迎老大家的哥哥们。哦，嗯、没有给胖点关注。就我现在播久了耳鸣，嗯，耳朵会嗡嗡响吗？对，不知道为什么你会这样吗？黑王魂哥，我也有。啊、嗯，下了直播之后，是是基本上就是嗡嗡的。会响，我现在直播也会，就是比如说播久了，播两三个小时了，就开始耳朵里就开始耳鸣，听不见自己唱歌了，就这样。对对对，就有的时候听不见都找不着调了。谢谢老大家哥哥们点。这样吧，让我们的泡泡唱首歌，兄弟们很多都没有见过泡泡的，嗯，给泡泡点点关注啊！谢谢魔君，感谢魔君哥，谢谢。嗯。那我唱个少年吧，今天正好是五四青年节啊。然后来个少年，送给曾经的少年们，现在的有志青年们，呵呵，祝大家五四青年节快乐啊！谢谢大家点的关注啊！换种生活，让自己变得快乐，反其道而行，天气就会变得不错，每次走过都是一次收获。还能什么做对的选择？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别管那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路在脚下，其实并不复杂，只要记得你是一个。谢谢，感谢天天哥，站站座位啊，怎么讲？让小丁先。相信自己终于属于你的世界，别因为磨难。
我唱到这儿吧。好的，谢谢，感谢我们中午哥啊。欢迎情难度大哥，哥你是不是喜欢听这个情难度？一会儿我给你唱一个，你今天又改名了。喜欢泡泡的，给我们的泡泡点点关注啥的哈。好，感谢一猫党的兄弟们，感谢来的，也谢谢我们的二言哥。二言哥，其实你真正卡黄，我们是一组一三一四还差点，但是分先给你卡上了啊。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说。嗯，谢谢大家上来票票，谢谢。我那个情难度还是跟你学的呢，老大。情难度。就有次我去看你直播，正好听到你唱这歌，我说哎呀真好听，然后我自己一学啥也不是。唱不出来你那个味儿。你看像少年我学了好久我都学不会，我跟不上，我觉得是吗？就中间那个 rap 是吧？嗯嗯，你在直播间唱过这首歌吗？我就会唱中间一段，就冲前的那个少年，冲前那块唱。那可以匹配的时候唱，就我好多歌也是就会一半，然后就会一半的歌就专门匹配唱。嗯，对对对，我就会那一小点点，剩下其他的还其他的我跟不上，就觉得太快了，不太适应。听时间一遍也行，听两遍的时候，哎呦，恭喜我们的鹏城装饰歌喜提锦鲤，听时间长了这个就有点燥，心里边，我就不太适合听这样的歌。嗯，老大，你这两天就是中午播是那个积分吗？是拿那个积分吗？嗯，不拿了，差不多了，都没有人玩了，玩啥呀？啊，连都连不上了，那家连半个小时都连不上一个人。有那个段位低的官方不跟你匹配，段位高的还没有玩的了。对，确实。上次我们家也是，就有一次说放个那个，也是转了半天，转了十几分钟，说哎，要不然就别转了，等了好久，太少了人玩的，嗯，你这打黄了给，就刚开始可能有的没票的也是图新鲜点的玩的，现在可能要是也不点那个了，因为那个啥嘛，因为这个咋说呢，因为他要是匹配的话，就像咱俩是，你就刷多少票都白刷了，只要我比你多，你那边变票就一点分都没有。你要说分少一点，完了赢的多一点，估计会好一点，要不然你这都抢没了，人就这点，你可能就一万块钱就想抢个分，你咔上一万五，这一万块钱都白刷了。嗯，但还其实也挺坑。对，挺坑的，就是还好还算成长值，要是不算成长值就更坑了。嗯，对，算成长值。活动也不是让我玩黄的呢，是让我玩黄的吗？跟我没啥太大关系吧。嗯嗯，这不太合理。但是有一点呢，就是有多少他能刷多少，就这种打法能清兜，就比较伤人。就第一方呢，可能赢了会挺美的。那如果有一方输了，估计他玩一回输两回输，第三回他就不爱玩了，是吧？对，他就不会玩了。嗯。你不是被我玩坏的，因为你看输一回行，你输两回，你输三回，他指定不会玩了，因为谁家也不趁那么多条件，完了一个一个的那个，就一个一个的分你这都整不着，基本都是带条件出来的，票太多了、嗯、而且现在大家都喜欢刷那个，拜拜老大，抽奖什么的，拜拜拜拜、嗯，真的，你就这个游戏还是挺那个啥的。对对呀，就像你玩了两把，本来是想争三把，那不是匹配上我，就你就这个不就匹配上别人，就一打的话他也那个啥，也挺伤人的嘛。你要说第三把全清了，那只能就玩三轮，那明天都玩不了了。那你看假如说他一把赢了，第二把赢了，第三把咔输了，心态都崩了。你说第三把夸夸夸的，你是兜里号也清，欢迎雪莲哥，兜里号给你清完，第二天也没玩的了。对，主要是你输了没有分儿，你完了夸夸你刷了那么多，就跟是啥，就跟抢头条200万一个星你也没拿着，你说多闹挺啊。人家说你老凶残了，谁说的？没有啊，我怎么能不跟我有啥关系呢？那规则就是，人家如果第一把差不多要能让的话，认识的话，指定就让了。你说第一把打了好几万，第二把你让了，也有点那个啥。你说第三把你说让，那也不太可能啊。第
三把你说也这玩意儿也不能让啊，你就假如说第一把刷2万，第二把又刷3、4万，你都刷5、6万了，你第三把让，本来就是碰就是没法让啊，这东西就是拼呢。生逢马美丽的日子是啥意思？不是我凶残，规则就是这样式的。对，这没有好听的。我感谢一下啊，好像我都把感谢没有感谢那个本场贡献呢。谢我们的大地，感谢我大地哥，也谢谢我们的那个魔君，谢我们的丢丢，还有我们的马吊哥，以及我们的二言。也谢谢我们的那个马峰，还有这个是字母，谢谢老一哥、风城哥、偏安。好像我好像感谢了吧这个。今天打不打了？今天不打了。是我那啥吗，玉峰哥，你是不是也没太睡醒呀？还是你就给我复制一个呀？6、7、8、9、10呢？那一半呢？啊。难度大哥，他不听这个歌。你们看他把名都改了吗？哎，再跟你们玩一玩，就过节这两天，不要老问我了。哎呀，你怎么白天播了？白天不播了，明天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再唱，再为什么？我给你唱一个为什么？过节给你们发福利嘛！欢迎简哥，欢迎我们的少点。放来一大把，门外等着新宝马，高富帅的傲气全部都没了，众人面前过顿的小潇洒，眼睛眨了又一眨，痴情挂满了捧了一大把，外面停着新宝马，高富帅的傲气全部都没了，众人面前过顿的小潇洒，眼睛眨了又一眨，痴情挂满了脸颊，白富美的高贵全被她揉
了吗？哎呀，大迪有事哥，应该我问你啊，你需要秘书不？你需要打工的不？我去给你干去。又逗我。哎呦呦呦呦！又点错了。马美丽淡妆好看，你们觉得呢？谁说的？谁说我淡妆好看？马美丽说的，你家美丽，我家美丽搁哪呢？我连一个，完了大家有票的别太寒碜，白天不。谢我们的圆儿哥，感谢圆儿哥。啊，做秘啊，你做秘书谁出得起工资？又说那话，不要工资，公吃公住就行。你就喜欢你偷偷的看我。你都说偷来的这个什么是贼香贼香的，你这偷看的话是不是贼好看贼好看呢？下午好团要不了多少票，主要是我没条件呢，我搁啥团啊？我突然感觉好像大哥都没起床呢。买了鲜花准备送给他，鲜花却飞出了白色宝马。欢迎小凯子，欢迎刀哥。在黄昏的街上，高楼大厦起了一脸模仿，模仿下面像见证，大大小小无数满窗。谁偷看了？只是没上麦，没上麦就属于偷看。别人不属于你，你就属于。你是幻想的天方，一定有他梦中的天堂，但现实的一切却让他一次一次疯狂。房价越来越高，钞票越来越少。哎，对了，不开玩笑，那个美丽啊，你是不是开车的？你要开车你就别说话，你就听歌啊。你要开车的话就你就听个歌啥的，你要没开车你扣字行，我你别开车再扣字儿。听到师傅肯定起床了，刚才去听榜了啊，刚才去九泉那去听榜了是吗？啊，嘿，累啊累啊累，还行，挺早，那咋没回来呢？谢谢独尊大哥送来的棒棒糖。小师傅去挥霍了，以前小师傅都不知道这些，也最近才知道的，少他不太懂。什么全 YYD 呀？周榜吗？刚才你们说的是周榜吗？哎呀，那都是兄弟们给的，这皇冠也是兄弟们给带的。又说那话，这脸上沾的都是六九的光。
啊，吃好吃的。出发的时候你要看直播呀，开车也什么的。好的，你把我放在一边听歌啊。我这是乱斗呢，那如果救命的话你也别救我，开车为主，安全第一，剩其他的次要的。歌如果为了安全起见呢，嗯呢，你就把车停靠边，完了我动完了你再接着开。我只有一个守护你的心，不让你受一点委屈。你总是说我没有人民币，我长得还有点帅。我不要你的花言和巧语，只要你耐心来爱我。再多的美元和人民币也换不来我对你的爱。求求小 PK， 由我开始冠名的啊，完了我再开。
一条红烧一条清蒸，吃饱饱的，想喝点雪喝。哎呀，不种不放翅膀吗？哎呀，我说你为啥管我叫赖皮？那我那里边不被你抽完吗？不说抽完了算吗？冠哥等你逗呢，别在那老说人家，我冠哥没说话，你们不行说话。史良哥，你在那说什么呢？毛毛虫的毛没了，一毛也没毛了，你的毛去哪儿了？都怕光了。欢迎大伯。大哥太逗了。什么时候光光哥什么时候说你开一个我就给你开啊。你笑啥？其实你没懂。咋没懂呢？一切都在不言中。欢迎十七哥。没啥量，就两条鱼，你看着办吧。大哥说了，人家出资两条，就看兄弟们的了。那我开始了啊，我现在是三连胜，是不是有加成了？乱斗可能会分上的会比较快一点。此次乱斗由我冠冠哥赞助冠名，其他的可以跟着走一走。背锅呀，背锅，真是怕背锅。背锅让你们一起背呗。现在匹配都匹配不着。哎呀，完了，不是了。我这玩意儿，我电脑是不是有病毒啊？我是干啥都匹配不着呢，怎么？独家冠名不是独家的啊，你们大家的。人家很快呀，我也不知道我为啥咋的了。噔噔噔噔噔，嘟嘟嘟嘟，我连个好友啥的吧，实在是那个啥了，实在是匹配不着人了。不要了，真的。哎呀，也伤害，也伤害，你是一个不要。花灯，我的天哪，这个旗袍穿的太香了。对啊，谢谢大地哥，感谢大地哥，谢老爱哥。你白天几点播呀？谢谢麦兜哥送来的锦鲤。哎，对了，你这中午，哎，菲啊，你这中午不是中午好像你不直播呀？这不是你直播点啊？我就是过节了嘛，然后我看大家都没啥事闲着，我就播一会儿。你说过节不是今天过节吗？今天啊，这不五一吗？放假吗？他们放几天假的？过去了，妈，我都过去了。这个现在不放假了吗？现在我不知道放不放假，反正我因为我也没有关心这个事情，因为我们主播从来没有什么假不假的。真的不一样啊！你看，就是一个不称职的主播，你都不知道你的粉丝放不放假，有没有时间？咱们播不就是为了给他们看的吗？啊，今天是五四青年节是吗？今天？嗯。哎呀，我的天哪！五四青年节那跟我没关系，好吧？你们爱放就放，他们七天放七天假，你看好多人说是放假嘛。谢谢我那个，谢谢小严哥，感谢逛逛。谢谢啊，行。不过就是说，我刚刚看你在，你知道吧？我刚刚看你在，我心里想，哎，你这个点是还用手机在哪边去玩呢？还是就是说，是看到没想到你用手机播的，真好不容易放个假，
等他们都上班的时候，我到时候找个时间我再休息。哎，放假的时候我还想多播一播给他们。其实飞扬，你的这个后面的这个直播间啊，设计的挺好看的，是吗？嗯，挺不错的，挺舒服的，就是说挺雅观的，看上去，哎，不是那种就是很刺嘛，不是那种很扎眼，就是看上去很文静，看上去很真的很柔和。就可能看着就不那么，就是不那么特别特别那种，就是亮也不是特别黑，就比较中性，对，很柔和啊。谢谢逗号隔壁点歌，咱俩整一首啊。整一首。我这边呢就是说，其实我更多的呢还是喜欢跟菲亚呢在一起聊天，因为呢跟菲亚呢在一起有共同语言，在一起聊天呢确实是挺好。罗非，你怎么这么来打压你？不是不是，这白天的不是我直播的点儿，很少很少，就晚上的话是我直播的点儿，八点的时候。嗯，行，那咱们就那个才艺姐。嗯，可以，才艺姐，我这边我确实，我跟你说一下啊，我确实也没量，确实没条件。没事，就一起互动，像一毛打个六六什么的。欢迎莫问归路大哥，放下大哥。行，那我就陪你玩一手，好吧？啊、来大哥了啊！没有没有，危险了。不是我心里想啊，不是我心里想了，我能搞一毛也是好的。来，兄弟们，行，我们家差不多也就这些量了，有一毛打的，走一毛打的。来，兄弟们，能跟啊，给我让我圈点一毛钱吧。谢谢兄弟们，让我捐了一毛钱啊，相当的狠。有求救的可以吗？立马的走一走。谢谢我夏阳哥，感谢我们大哥，谢谢。谢我五哥，感谢五哥，谢我五哥。祝莫文大哥多种花多种词语，谢谢光芒哥。感谢五哥，兄弟们。感谢我五哥，谢谢，感谢光芒。兄弟们，能上点上点了，让我圈点。中午太饿了，我操！谢谢莫文大哥，谢谢。那不是我，那不是我。如果你有一双飞翔的翅膀，不是才艺姐吗？等谁输了谁来个才艺场。这样呗，这样呗，等一下子就是说，等一下咱把匹配完了以后，咱们这个聊聊天，然后下一把咱们来个才艺局也可以啊，行啊。都行，都行。啊，可以，可以。来，谢谢我哥。啊，兄弟们，咱们有六六的，咱家兄弟们有六六的，都上场了。感谢感谢帝王哥。兄弟们，能上场都点点，都搭把手了，点点了。谢赖皮。兄弟们，来点六六呗，号里有六六的兄弟们都上点六六呗。来他的不醉不休，我不想让他现在有几多愁。三两六六兄弟们，我们家人这么穷吗？我不信啊，我操，是新哥。为什么别人家都那么有钱，就我直播间里面的粉丝穷呢？不会呀。啊，兄弟们，守护的人请举手，跟我走。还有六秒，谢谢大哥，谢谢大哥，我是哥，谢谢我三六九刀哥，说了。我们家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啥太大的票，就散票，有的时候他们可能东一把西一把，因为我们是老男人，这个坎儿过不去了，是不是？不过你家的这散票确实是厉害，确实比脸哥，比其他家的这个散票都厉害，这是 YY 里面是。不，其实我们还好，我们还继续努力，不行，也不太好。嗯，太厉害了，继续努力啥的。你已经被菲亚给打怕了，我就没赢过他。我其实白天没有啥量的，我白天谢谢豆逼啊，感谢我们的那个欢乐豆逼长坤老师，找一下给卡一些黄马吧。正常是乱斗的时候一组一三四卡黄。啊，你乱斗的时候是一组一三四卡黄啊？啊。哎，好，行啊，又学到了一招。那你乱斗的时候卡黄是多少啊？五组一三一四啊？嗯。那你变成一组一三一四，你试试。我操！那你平时都是多少钱卡黄呢？平时五组一三一四啊。
那行，那我得，兄弟们，我得，兄弟们得降了啊，得降。哎呀，我的天哪，我这不是，要不这样，咱俩再来一把，你一组一三一四卡皇，我也一组一三一四卡皇。嗯，可以。你看谁家卡的多？好。行吧，我估计没有你那边卡的多啊，我估计不一定，他们该卡完都卡完了。啊，改一下，兄弟们改啊。既然呢，就是说非要他直播间里面能改，咱直播间里面也能改，对吧？我这个就是啥，一般都是卡黄，都是自己家的卡加非常多。实在不行就520卡吧。你说一毛啊，不跟你玩了，那你比我低，我不跟你玩了。没有意思，没有，不能低啊！直播间他妈卡黄了都。那个就五组一三，就那个卡，就如果说下次呢，咱们就匹配的时候就一组一三一直卡黄，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哇，不是咱们就再来一把，完了就卡黄的，看谁卡的多。行。啊，那你发我给你结束。欢迎在水一方大哥。等一下，等一下，别浪费了这个，别你点结束，等一下你点结束的话，等一下你那边就没有积分了，你别浪费这个积分。是吗？嗯，真的，你能够。这现在不是那个已经打完了吗？打完了结束不行吗？你等的时间到。你等时间到，你等等还有这一点时间。哦，咱们就是说啊、嗯、不急，还有4秒钟。嗯，行了，兄弟们等一下了，我就一组一三的卡黄，好吧。嗯啊，我咱看看有没有要洗衣服的，咱洗洗衣服什么的啊，加油卡也算呗、嗯、不是干货，但是你有黄的话一组那个啥也行，赞助是可以的。你说你能不能给人打不愿意了？你可以那个啥呀？你可以那个什么？就是1314赛车卡有黄的，可以给你洗洗。欢迎莫文贵气大哥，强老师找一下大哥。莫文贵气大哥，咱一会儿能不能？欢迎那个初原大哥。等会儿酒精拉我团儿。我跟他说一声啊。我跟他说了，那个我跟他说了，我就跟大衣哥不说完了吗？先把大衣哥那个啥咋了，菲儿姐？没事儿，我们现在开始一组一三四卡黄，看谁卡的多啊！有想参加的，完了可以参加一个。我估计他家应该会挺多的，因为他们家刚降价。感谢，把这个一会儿一会儿的，完了就把孤影，这个把孤影包上来了，准备卡黄。哎呦，真的有啊！真有。真有，谢谢。哎，我估计不一定多啊。看看，那不一定。啊，谁先来？我家有一组了，两组、三组。嗯，找我老师找一下，给大哥卡一下马甲，看看，这是纯卡黄啊，可没玩赖啊，这是纯卡黄的。我也卡。我也卡。来，兄弟们，那我这边。漂亮。啊，那我就先来。现在稍稍略涨了那么一点点。我就先来了，好不好 ？H 哥，来，感谢 H M。我先来，我给你留点时间啊。好嘞。把小游客给放上来了。管理把小游客放上来了，先抱到麦序上面，等一下我一起卡啊，来。感谢我霸道哥，感谢霸道哥，都来了啊。感谢我八大哥，谢谢我八大哥的支持 ，Thank you， 爱你就完了。还有没有了？还有没有了？啊，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来，兄弟们，赶紧的，来，咱3618的所有兄弟们来。在有生之年玩这个歪歪，对吧？
在3618这个家里面，如果说你们感觉到有自己有能力的情况下，对吧，不要让自己遗憾终身，一赌一三一四绝对穷不了。兄弟们可以这样的，兄弟们你听我说啊，大家呢也可以就是说一毛打稍微的动起来好不好，一毛打动起来了。还有一点时间啊，我就把时间交给菲亚了。目前直播间里面只有两个兄弟卡黄了啊，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菲亚。谢菲儿的小迷妹。哎，我的歌呢？啊，这呢。呀，我还有一个没卡上，朝坤老师找一下。刚才有一个没卡上，谢我们的随风哥，一组一三四就可以卡黄了。那个，这个乱斗完了之后，我们开始团，跟那个九情团，兄弟们。哎呦，恭喜老，谢谢老周大哥。哎，哎呦，好像卡上了，没有卡上的哈。感谢 HL 这个一条鱼可以卡黄的兄弟们，乱斗的时候多活一组一三四或一条鱼都可以卡黄。谢谢我们的陈哥。感谢我与春哥，我与春风，谢望尘哥，我与春风哥，干货啊！恭喜我们的非凡哥卡黄了，卡黄了，把非凡哥往上抱一下。谢我们的虎牙哥，给虎牙哥往上抱一下，还有温浩哥往上抱一下，卡黄了。他们也有一个卡黄的了，加油！80多秒，感谢小亮哥，谢谢小亮哥，给小亮哥安排一首黄。谢谢我们的永达永哥，感谢达永哥，谢我们的吃瓜群众，感谢我们的达永。我看我能卡的我就给卡上了，如果没有卡上的就往上报一下，还有40多秒的时间。感谢大家卡的皇马直接送来的百元榜，还有41秒的时间，不要小瞧我们的大一哥，他们就是一团结的时候刷就可能卡个10个8个的。谢谢我与春风哥大哥，谢谢，感谢我与春风接过客，你携秋水揽星河，感谢伟哥，亲手给你卡上一个菲尔家的一个永久皇马，一组一三一四干货就可以了，但是必须是乱斗的时候啊！谢谢平安哥。我这也没几个人卡呀，一共就3-4个，我操！菲儿，你去认真对，3-4个就慢慢来，可能他们还不太适应。没几个卡的，不过这边就是说这样乱斗这样去卡的话，我感觉到也不行了，这个该卡的就是说不行，这样的话在我直播间里面感觉到不适合。为啥呀？不适合，这样的话平时的话，有感觉有点亏，确实有点亏。我觉得不亏呀，你像你刚才给我刷一组一三一四，我觉得他还会给我刷520啊66啊，不信的你看，让他们只是有的时候就是要主播的一个态度，就是刚刚卡黄的能不能再来组66，绝对不亏。他这寻思冲了个千八百的就想分期的玩，不过有的他是冲不了千八百的。你要相信他们，刚刚卡黄的你们再来个66啊，羡慕你的小可爱。他们是可以的，看看还有 L 哥，看小啊，这都是刚刚卡过的，还有我纯属虚构，你让他来组66的可以的，他们只是啥，就想要主播的一个态度，哎，我就想看看，谢谢虎牙哥，谢谢，他们就是要主播的一个态度，其实他谢谢达勇哥，这都刚刚卡黄的，羡慕的小可爱。啊，行，刚刚刷礼物的那几个逼呢，拿出来了，来刷266来，谢谢飞扬哥，来。不刷的话，不刷，我就把你马上下来了。他们有的是小号啥的，他们有的是小号，可能大号都给你刷了好多了，就是小号要没事总给你开玩笑什么的，要个态度啥的。但也不是属于风险投资，他们就是有的时候乱斗嘛，一滴被你上升，跟你上升分二嘛，也就是
情感不一样，有的时候他还会接着跟你刷的，有的我们家一个人卡了好几个黄。嗯，行行行，可以。这边啥都不说了，好吧？既然你这么说的话，我也无话可说。啊，感谢，就是说感谢房间里的兄弟。真行，真的、嗯，你可以试一下，你问问他们同不同意。毕竟就是能跟你乱斗，或者是给你卡黄，指定还是喜欢你的。行，就前提下有你的真爱啥的，是不是？行行行行行，你别说了，行行行行啊，你问问大姨家的这个兄弟们同不同意。行，啊，那就这么定。你问问他们行不行？行的话，你到时候乱斗的时候，你告诉他们上一个一组一三一四。关键啊，有的呀，他是连真爱都不愿意开。我是说是你也没招，没招吧？不是，我觉得大姨家的兄弟们特别团结，因为咱们俩也切磋过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你也不争不抢，反正就直播间玩的比较就是，潇洒的那种他们。等下回你团一波之后，完了你告诉他们一组一三一四，或者是开个真爱或者啥的，真行，真的，他们不比任何人差， okay. 你要记得，还有一家的兄弟们，咱不比任何人差，我说哪不对吗？刚刚偷偷穿了两个马甲，转了。哥，我转了。你看我哥说了，我哥就比较喜欢，就可能比较喜欢互动的。你看我哥都有我黄马，这儿呢。还有说的，哎，哪去了？你看，刚刚偷偷穿了两个马甲，转了。那你看我哥是不是那个啥？我哥是不是那个？是不是？其实他有我黄马，这是小号来卡的，那不就是我赚了吗？但我哥比较那个啥，比较就是，说话就是可能比较就是把我当那个妹妹一样，就哄着一样。哎呀，我赚了，其实是我赚了，你赚了哥。谢谢大哥，感谢大哥，谢谢贺宇哥。一会儿就开始我们的终极团战了。他家大哥说不跟电干，我不是电，就是有电的话就是暂时性发电，是电瓶，不是电线杆。就是暂时性有电瓶的话，就是我这个电它是有那个啥的。欢迎莫问归期大哥，我这个电呀是那个有数的。美丽，你说的对呀。你周年，你周年过来以后，我就再也没有上过 YY。你周年过后，我就再也没上过 YY。一年了，欢迎帝王之路哥，我是水母有毒。团战还有两分钟的时间，能冲一手的兄弟们可以冲一手。团战之后，到时候明天我们乱斗的话就有积分。生日啊，生日呀，那不就好几个月了吗？对，最少得俩月了呀，哥，俩月没有上线了。欢迎大哥来到飞人直播间，你不叫马漂亮吗？我叫漂亮啊。我叫美丽，哎，今天我听了一个这个歌，但是我找伴奏啊，你们有听过吗？我在那个刷小视频的时候听见的。冬梅，你管我叫冬梅也行，都一家的，生日三月三的生日，听过吗？啊，我刷那个啥时候听见的？还是你和我马什么梅？马冬梅，马冬梅。就是那个团战的时候，你不管输啊赢啊啥的，我们都那个别太磕碜，别太磕碜。我第一次白天团，兄弟们给点面子。
还能卡黄的话，是一组一三一四乱斗的时候，或是团战的时候都行，老掉牙的歌了。是啊，我看看啊，到时候团完战之后给你们唱，我会唱，我都好久没有听过这个歌了，我记得我以前唱过。还有26秒，敌军到达战场。还有9秒，赛车卡呀，就是干货。赛车卡不都是抽奖的吗？那个是不行的。哎呀哈喽我还是哎呀下午好哈喽你好哈喽你好哈喽哈喽九哥哈喽边姐哎晚上好你今天中午又哪个大哥给你刷了50000呢给你刷起来了没有没有我在等我在等啊对面的主播你们好你们好你好、啊你们好你哎我这边为啥有小金条呢我昨天没吃着鸡呀、前天两天忘了好像没吃的鸡咋有小金条呢一次可以哎呀好听哎呀官方你确定是我大舅特许的特殊的不用花钱就有小金条那个小橘子咱们拉拉票吧好不好好呀啊一会再唠啊咱拉拉票来吧兄弟们团战开始了感谢肯哥谢肯哥能动作手的兄弟们动作手啊谢大家了啊感谢大家辛苦给烽火连天大哥抱一下子呀感谢明星谢肯哥欢迎新进来的哥哥们大家方便点点关注我来自河南啊欢迎大家走进来感谢老鬼谢老鬼感谢我七哥谢我齐哥感谢老雷谢老雷兄弟们能动手66的整点66第一次跟福原打团咱别那个太那什么的怎么的不得凑个4位数啊感谢啊谢老雷啊感谢兄弟们一毛打咱们家有票三十秒，禁言票，咱上个票表，上个禁言票，好不好？有66的兄弟们刷点赛车卡，抽中奖。谢大哥。我操！你们真不让我上前票吧？感谢我七哥，谢我七哥。谢谢。咱们有禁言票，感谢不念哥，谢不念哥。欢迎。感谢我雷霆哥。OK， 交给洛阳。好嘞。那等等，那咱俩也来吧，好吧？来吧。不好意思，转屏了，怎么办？欢迎我楼总。哎，兄弟们，我们有一毛党，走一毛党吧啊！没太难，真狠。兄弟们，我们努力拿起战手，给菲儿姐一个良好的拉票环境。感谢我修罗哥。谢安静的感谢苹果好荣幸啊
谢，感谢泡泡，谢谢泡泡，感谢银宝岛的各位兄弟们，辛苦大家，感谢苹果，感谢苹果，谢谢泡泡，谢谢修罗，10秒，最后的5秒。好，我想说，我能不能说我没条件？我能不能说我更没有条件？啊，我这块没准啊，我这块没准，兄弟们，期待奇迹的发生。期待。哎呀，有条件我们走一走，谢谢大哥，感谢大哥啊！来吧，美女，我们一人一半，还是一起来？好好，一起，你先来吧，我没有什么条件，嗯。那行，那我留一半时间给你。来了，不用不用，一起吧，一起吧。啊，一起啊，好嘞。啊，谢谢大哥。兄弟们，我没有啥条件呀，但是清醒这块，能不能别倒、啊。感谢稳哥，谢谢大哥，辛苦大哥。感谢我们，谢我们的卡哥，谢谢郑稳哥，感谢哥。虽然我们家人很少，但是我们不要降低了菲儿姐的 GDP。谢谢。大家一起来点点，行吗？感谢大哥，感谢卡哥，谢感谢稳哥一直没有停，感谢眼睛还红吗？谢谢大家，感谢大哥，谢谢大哥，辛苦大哥一直没有停，谢谢哥哥，加油，谢大哥，感谢稳哥，谢稳哥，感谢大哥，谢大哥，感谢大哥们一直没有停，谢哥哥们，感谢稳哥，谢大哥，感谢稳哥，谢谢，感谢卡哥，辛苦大家。今天一毛党太刺激了，我给你们点个赞，挺给力啊，挺给力！谢谢陈哥，谢谢我的小可爱，谢谢谢谢谢大哥一直没有停啊，谢谢大哥，谢谢我的光光，感谢大哥送来的这个年度票，谢谢大哥。别指我呀，我这边真没啥呀，别人一瞅我，你俩准备呀？谢谢大哥，两位大哥啊，两位家的大哥们都准备准备啥的哈？别指我，我没准啊，我不保准，我不保准啊。30秒的时候，三家都可以上票哈！谢我们的可爱，感谢我们的漂亮，谢我们的追风哥，谢我们卡哥，感谢卡卡，谢谢大哥，谢谢我们的小妖，谢我大哥勇士哥，谢舞台哥，兄弟们一起帮忙动一动，一起帮忙动一动，咱们也我们家没有条件的啊！谢谢大哥，我稍微小一点声啊！谢谢大哥，感谢稳哥，谢谢大哥，辛苦大哥一直没有停，谢谢大哥，谢我们的小猪，感谢豪哥。谢我们的卡卡，辛苦大哥，哎呦你这两组一三一四啊，属实有点吓人，万一坏了哈，我们家没有条件，对，谢谢人间张大老哥，谢谢谢谢谢谢，辛苦大哥们，感谢卡哥，谢谢张老哥，谢谢兄弟们。哎，你中午是不是没打过团啊？没有，太吓人了，中午感受感受中午的团。你们这么有田条件，你不用欢迎我海哥，太有条件了、嗯、欢迎我海哥，欢迎我海哥。我觉得我们运气虽然输了，运气还是好的，遇到了这么三大主播，真开心、哎、你们仨是好友吗？我们是随机 的、嗯、最主要的是我是随机的，最后30秒随机的、嗯、我是十几秒的时候我进来了。有的有的，海哥这才第一轮，我是50秒的时候随机的、嗯、可以给你们加好友吗、嗯、啊，你可以点我加号就行。行，谢谢啊，我比较脸皮比较厚，不好意思啊，嗯，点一下。我点你了，我点你。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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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脸皮厚才能吃得饱，没毛病，味道。给我们队友也点一下，嗯。啊，咱们都点你啊。嗯，谢谢。您是哪个工队的，佳佳？开始了，开始了吗？啊，嗯。哎，张博超好哥，你不要扎我的心。嗨，菲儿姐 ，Hello，你们好。主持人，是吧？安娜云博 ，Hello， 娜娜。你们好，你们好。这没时间拉票吧？哥哥姐姐，一会儿再唠吧，直接拉吧。不的，我们不拉票，我们就唠嗑。啊，不对，我们不拉，直接拉票了，拉吧拉是吧，转直接转票啊，拉票吧拉票吧，只看不说好哥哥，你这感谢九哥，谢九哥大哥吗？帮个忙吧大哥吗？感谢九哥，谢九哥，来兄弟们，感谢感谢，只看不说好哥哥，动手来。动动手，动动手！感谢直播间的游客朋友们，感谢眼还红吗？啊！
尽量的整点配个票，兄弟们。大哥们醒醒吧，打架了。能搭把手的兄弟姐妹搭把手，感谢拼了心，感谢我亲哥，谢我亲哥。感谢我七哥，谢我七哥，咱们能动动吗？兄弟姐妹们，一毛党整起来66！感谢九哥，感谢皮哥。妹子，我是不是给你留一半时间呢？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啊，我应该随便吧。OK， 啊，感谢眼睛还红吗？啊，谢大哥，感谢我七哥。恭喜我七哥喜提鲤鱼，感谢拼老天，咱们有一票的上一票，好吧。最后40秒了，兄弟们坚持一下。感谢林冲哥，感谢情人，感谢拼老天，感谢大哥们，感谢大哥。22秒，感谢社会你海哥，有房又有车。感谢了，感谢直通不少海哥哥。感谢情人哥一毛党，感谢平常心大哥，感谢探宝哥。最后9秒，最后9秒。OK， 交给洛阳。嗯，来吧，洛阳。好的，好的。来吧，好的好的，正常程序走起来。来吧，兄弟们，咱们没有加持，有量直接上了啊！兄弟们，咱们一毛两动起来吧！感谢我兄弟们，谢谢一毛两毛的，上来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块，一块两块。感谢兄弟们，感谢帮助的兄弟们，咱们一毛两继续动起来！对面剩1314，咱们得拿加成，兄弟们！感谢江南哥，感谢江南，谢谢兄弟哥。川哥，还能给你弟弟搭把手吗？川哥，感谢回忆，谢回忆了。现场的气氛略显尴尬呀，但是没有关系。还有100秒的时间，兄弟姐妹，感谢我表演和笑声，感谢黑猛哥，感谢黑猛哥送来的666，感谢表演哥送来的小飞机，谢谢表演哥，感谢黑猛哥，感谢江南，谢谢黑猛哥，咱们没有加成，还有最后的观众的时间，距离对面还差点，再次感谢温柔姐送来了海海666。感谢秦苹果，谢谢秦剑，谢谢秦苹果，感谢苹果，感谢小剑，谢谢小剑。最后30秒，兄弟们，我们有加成，咱们一起上一上。感谢婉儿，谢谢婉儿，感谢婉儿，谢谢我们的香蕉，谢谢姐，感谢婉儿，谢谢香蕉，感谢修罗哥，一包的兄弟们给我顶住，感谢回忆，谢回忆，感谢修罗哥送来的六六九，感谢我川哥送来的海海666。感谢温柔姐，感谢收听哥，谢谢姐，谢谢收听哥。感谢温柔姐，谢谢温柔姐，感谢川哥，谢川哥。差的并不是很多，最后30秒对了，加成，没有加成。行，辛苦了，辛苦了。那来吧，菲儿姐，咱们也拉拉票吧，姐。好嘞，那到咱爸了，兄弟们，有三打。来吧，兄弟们，有票的咱们往上点一下。谢谢胖哥。一毛党本场贡献，咱往前滚动一下子的。兄弟们呢？能直一手，直一手了。一上午了，咱能往上点一万，往上点一点，别整得太干巴了来。那我十字家都上了那么多票了，感谢谢勿忘初心。兄弟们有参与的一块参与一手的，有卡黄的一手1314赛车票，安排一个黄马。
或者干货幺八八就好使，点一扫感谢我乐。剩了八十多秒的时间，咱能一块一万一块往上抬一手，咱再抬一手了。那是咋的了？咱动动呗。兄弟们，给点面子，给点面子了。小的小妖精，帮忙哥，感谢我杨哥。谢谢三哥，小的小妖精，帮忙谢九哥。感谢谢九九，感谢九九的。感谢龙哥。兄弟，我玻璃球子棒棒糖的一毛一毛往上点一点，九哥，你把那鱼放了吧，九哥。咱别喊挺大声，一会儿十块钱没有，动动手，动动手，兄弟们。谢老天哥，谢老板哥。来吧，如果有机会的话，最后三十秒，咱们最后三十秒，大家一块动一动啊！兄弟们，众人实在火焰高，能点的一块点一手了。辛苦了，辛苦了，大哥大姐啊！最后三十秒，兄弟们一起动动手啊！欢迎我少龙哥！大把手，大把手！差的有点多，感谢海哥。OK OK， 感谢感谢感谢我七哥，谢我八哥啊，感谢兄弟姐妹们啊，成长成对面大哥成长确实厉害啊，主角确实厉害，好的，成长了成长了啊，成长了，欢迎我少文哥，还是没有大哥，第三轮太难了，我有可能会炸啊，我刚才跟菲儿我俩说，我说我希望我炸，我有可能会炸。有可能也炸不了，不知道呢。炸炸是怎么个炸法呢？就是大哥来了，就可以一拖三了。就是打着打着，就是大哥来了。经常大哥今天出不出钱呢？经常在我师傅直播间看到少文哥的身影，哎，经常能看到，哎，好大哥。大哥无比的英俊帅气啊。OK， 行了，那个其实第二轮碰上也、也挺有缘分的。少文哥什么时候来中途直播间玩一会儿啥的，让你感受一下中途的氛围。过分了啊！过分了啊！哎呀，这不愧是小龙老乡弟，老乡弟 ，Hello 九霄 ，Hello 洛阳 ，Hello 飞儿，你这个骗子，你不就说昨天偶尔播一下吗？你今天又播了，你就是明天想跟我家播？你在打 PK 呢？开始，开始，来吧，来吧，开始吧，开始吧，开始吧，直接开始，直接开始，来来来来，最后一轮了，兄弟们。我忙点事儿。一起动一动，一起动一动，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啊！大家一起杀一杀了。谢谢光宇，有没有看到其他宝宝的影子啊？哎，有光宇刷墙，都动起来！感谢我七哥，谢我七哥，感谢小豆豆，他们真杀来了！我忙点事儿啊，你们先上吧。大家加油！感谢我七哥，谢我七哥，谢谢小哥哥的好多五二零，感谢小哥哥，谢谢小花一郎党，感谢我七哥，快点快点快点，来不及了，我操！三十秒，十八秒，可以了！感谢我谢哥的答应。
时间，两人时间。你俩操！感谢我大哥的美人鱼，感谢我这多的鱼。来吧，好妹妹，不说别的了，直接来吧，兄弟们，三轮游，咱们也要有人有尊严，往上走。兄弟们，兄弟们，好久不见，给你们声好。兄弟们，先往上上，再说吧。兄弟们，咱们做做流量，感谢我们的莫小年，刷屏都没有了。感谢敏敏，感谢老许，老狗们，兄弟们，老兄弟们，最后30秒，下面得有加成，但是咱们一起追一追，毕哥太。感谢学长，谢学长，感谢一哥，谢谢一哥，感谢 T X， 谢谢谢谢。哎，加加油，四十圈，感谢阿姨，躺了去了。感谢我们的 T X， 感谢我秋哥。兄弟们，咱们再跟着一起动一动，一毛一毛动一动。哎、这个票不稳，咱们得拿下加成，兄弟们得帮帮大家加成。一人一个心，多次必加权。感谢香蕉，谢谢谢谢，感谢香蕉，感谢香蕉，感谢香蕉，谢谢香蕉，感谢我们的一人不弃。30秒的时候，兄弟们，咱们都把你们手中的绿绿还有大哥，感谢一毛，感谢一毛，感谢我们的铁子，消消消消，来管理啊，一次给麦旭的大哥发个麦旭啤酒，不消消消消，感谢战壮，我愿你消消，感谢我们的香妹，感谢我们的战壮，感谢我们的香妹，感谢修罗哥，感谢修罗哥。感谢阿帅，谢阿帅，熊熊。感谢了，40秒。最后40秒钟。感谢人家哥，那行了，行了，行了，人家哥，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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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30秒，兄弟们。30秒钟，兄弟们一起加加油。没有加成，感谢小龙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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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徐东伟大哥，感谢小龙哥，哇，太恐怖了！兄弟们，还能不能尝尝一尝？感谢我秋哥，老男友啊！感谢我一哥，感谢小龙哥，感谢我一哥，对面也在上，兄弟们，感谢这位你，感谢秋哥，感谢一哥，我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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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了 OK 了，谢谢兄弟们，谢谢兄弟们，我的天我的天我的天，我感觉我好像稳了。来，果子妹妹，抓紧时间，输了就骂你，快，也不一定，谢谢谢谢谢谢。欢迎令哥，欢迎林少，不是林蛇哥，也谢谢那个，欢迎那个成哥，谢我成哥，那咱俩怎么来？看我菲儿姐，我软，我没有条件啊，没有条件。我爸骂我。那来吧，姐，你放那个曲儿吧，我就转个屏的了。好嘞，来，兄弟们，咱们一毛党出击。来吧，有一毛党的们走一毛党，有六六的走六六，想抽奖的可以刷点抽奖券，兄弟们，我一定能稳的。谢谢真哥，感谢六五哥，谢我们贝哥，谢我们小西哥，谢成哥，欢迎胡满哥，气氛搞起来，给你们。谢连哥，感谢你的副歌，
大哥救命，谢谢啊，谢大哥，破费了，感谢你卡了，听不见你说话，九哥。啊，你听不见，行，我们知道了，好，我们听见了，好，你说的好。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咋弄哈，这个地方你点它，点这个地方调音台，再点高级，完了还有个音频设置。就好了，他好声卡坏了，不是，我也出现过，完了你再点回来就好了。就调动一下就好了，不用动，不用动。哎，毕哥也说不了话吗？毕哥，谢谢，感谢。什么情况？你们都不能说话吗？我说怎么突然好安静啊？他不让我说话，哎呀，小绿怎么都不让我说话呢？怎么回事呢？我还以为两边都挡着呢。谢谢陈哥送来的全副军装，没资格说话。啊，对，要给带一下，我忘记了。哎，有了吗？可以了，有了，可以了。哎呀，我天哪！感谢我大哥霍霍带下，我刚才卡了，我声卡飞坏了。我承让了，承让这边大哥承让了。怎么太凶猛了？真的是。感谢苹果，谢谢苹果。哎呀，太难了，兄弟们。不是，毕哥说两句。你骂骂我也行。说两句。谢谢说两句。这事儿一般都是你来办的，这个平时碰见都是你来办。说两句，来嘛，说两句。是呢，真的是。感谢我少文哥，谢我少文哥，感谢我七哥啊，欢迎我八哥，赶紧给我八哥抱一下子。同一次就这么就是一句话不说就闭麦了，就是哎对啊，我都不就有点不适应了。每次团碰见我不扎我，我都有点不太适应。哎呀，就有点难受。毕哥那边也不好使了吗？没有，他说他输了，不会说话。我看他大个嘴了。承让了啊！感谢我少文哥，谢我大哥啊！感谢七哥，祝你们好。好嘞，拜拜。谁问的？也不一定。哎，我怎么看不到人了？我也看不到。Hello， 刚才谁？刚才谁问少文哥在哪儿？为什么我现在第一个啦 ？Hello， 节目，你们好，你们好，来，直接开始吧！直接开始！感谢我的宝宝！选中一把了，开始！我们上点尊严票吧，兄弟们，咱们上点尊严票！一起上，一起上！心疼我少文哥的手指，给我大哥的手指来个口活，欢迎我三岁哥。兄弟们，能整点散票的整点散票来。这是一起拿票吗？对，一起拿票，咱们六个一起拿，六个直播间一起上。感谢轮子，谢轮子，感谢约定。谢谢大哥，我再次感谢令哥，谢灵蛇哥，谢谢兄弟们，谢我们家第五师哥，谢谢。咱家听，感谢轮子。感谢安静哥，谢谢安静大哥，你好。大美突然不转播了，感谢陆小，他的白白熊是不是准备好了？最后17秒，稳住。这10条美人鱼能不能给你飞了？能吗？10条美人鱼不太够。
OK， 这是躺平的意思。感谢我大哥，太厉害了，炸了炸了炸了，今天炸了啊！对面大哥成二了，成二了，成二了！对面的大哥没有没有，邵文哥真是太厉害了，真的是。感谢我的大哥，今天好几天没上了，没上，现身忙。太猛了，太猛了！邵文哥太厉害了，菲儿姐现身忙，然后太厉害了，太厉害了！今天来看看我，给我整点，我喂点狗粮什么的。嗯，感谢我大哥，谢我大哥，感谢我七哥，谢我八分之一大哥，感谢咱家所有的兄弟姐妹们啊！谢直播间那边所有的兄弟姐妹、游客大哥大姐们。感谢我师傅家的兄弟姐妹们，还有那个乐高家的大哥大姐，嗯，江湖规矩，来带的带的。感谢修罗哥，谢谢修罗哥，辛苦修罗哥，辛苦修罗哥，谢谢。带的带。对 OK, 对对对对。OK， 嗯，不带的，嗯。恭喜那个雪皮锦鲤。拜拜拜拜拜拜。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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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哎呀，好刺激哦！一号太有料了，能不能看看我？向南一反，脸一下有一反啊！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家凡点点关注啊！我看看今天是穿的什么啊？我看看今天的穿的是什么？今天又是什么喜相？开 F 二，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家饭点点关注、啊、我卡了我，刚才卡了吗？啊，对，我刚卡了一下。哎呦，这多少？你抽了多少个鱼呀、啊？恭喜你的喜提锦鲤！我两条两条的中了两次，一条一条的中了两次。啊。哎呀，希望我们家凡凡点点关注，还问你老大你什么时候下播啊？你什么时候下播？欢迎别理我大哥，欢迎小木点大哥，欢迎霍星磊的兄弟们。啊、对，我这个啥，我哎，我是啥时候来着？我忘记了，反正就是，你正常直播到几点呀、啊？我这正常是白天开，晚上不开，但是我昨天没控制住，我昨天人家一叫我顶档我就去，然后一顶档我一天要开了十多个小时。你正常要播到几点？白天，白天几点播？白天我早上9点开，开到中午12点，下午是2点半，开到吃饭的时候。嗯，啊，那也差不多快了，一会儿我也要快下播了。没有点点关注的兄弟们，把那个关注点点完，到时候去，正好我下直播，你们去溜达玩啊。谢谢。是安琪拉吗？你的书哪儿去啦？哦，我现在晚上不敢开，就是咋呢？我熬夜就是身体不好嘛，嗯，哦，对，然后基本上每天一去医院的话，就只有半天时间可以直播，就一天只能播上一场的那种，能播上就不错。我也熬夜，辛苦各位大哥了，一会儿给各位大哥唱歌啥的，别着急走啊，哥们啊，哥哥们啥的，别着急走。嗯，等一会儿，恭喜令哥喜提锦鲤，没点关注的给我们家凡点关注。我现在熬夜熬的，你瞅我头发掉的，瞅瞅啊，对，全这么长，很掉头发。全是我一吹头发的，全是这么长的小叉叉。但是吧，你说掉完了它还长，你说万一它不长了，你说多吓人呢？昨天那是直播间3人播，真的，我这头发全是这么长，瞅瞅，全是这么长的掉的。对，熬夜掉头发掉的也很多。嗯，我在正在努力的调整。嗯，要不来首歌，能不能唱？我看你这嗓子也有点哑。唱个低一点的，行，那我唱一首吧。欢迎望月哥，我就唱一首。桃花开满山，好嘞，光光哥。哎，我成哥呢？行，那我先闭麦。好，那我就献丑了啊。然后我唱首为什么？我现在这个公鸭嗓子能唱这种。谢谢哥哥们简单关注啊，谢谢，谢谢老大，感谢。哥哥们，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后动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
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都静止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勇气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看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还要飞蛾扑火。我就唱到这儿吧，老大。你在直播，我就不打扰你了。我先下去。你一会儿休息一会儿就直播了吧？啊，对，一会儿休息我就休息一会儿，一会儿直播。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家凡点点关注。嗯，感谢老大。一会儿我这边也要下直播了，再唱会儿歌，要不然网上不能直播了。我都12点播都不俩小时了。没有点关注的，给我们再点点关注啊，兄弟们。有可大家没有点的话，给我们的那个凡点点关注，歌名叫《为什么》。这姑娘唱歌不错，她拿手的歌不是这个歌，哎，那个叫什么情，叫什么了？情什么？哎，那个玉凡那个叫啥歌了？我说你喜欢的那个歌，桃花渡，对对对，桃花渡，没有机会没唱，真是的，点点关注啊！也再次谢谢我逛逛哥啊，一会儿来个桃花啊，逛逛哥，谢谢成哥送来的烟花。也再次谢我林雄哥，谢谢林哥，谢谢我们的啊，这是谁？来来来，雪莲哥，还有逛逛哥，谢谢我们的大地勇士哥，谢谢兄弟们，谢谢各位大哥，谢谢。桃花开满山。我中午播嘛，我中午。我唱个歌，完了一会儿你再乱斗再玩啊。桃花开满，开满山。走逛逛歌。老师找一下陈哥，他在直播间吗？陈哥好像送完了就出去了。檐下燕子双双归还，听桃花帘外溪水匆匆浮潺潺，有情人总约我俩的天，你来不来又闹雨浮云尘，昨夜风雨惊恐门环，试问真恋人天色可如桃花染，情意悠长岁月清浅，难题想起你就桃花开满山，
做的战友，我强哥说的，我好一阵没上 YY 了，给你发个红包。好嘞，强哥，我收了，收了。我有的时候不收，他们都不愿意哦。谢谢我哥送来的五一快乐。行，以后那号不上了。翔哥，哎呦，那哥你这意思就定我这儿了吗？真哥，真我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如果小胖不在的话，让北明拉一下。嗯，分成贡献2000就可以加我的微信了。再次谢我大力哥，谢谢真我哥，谢谢我们的黎修罗哥。哥你再整一点，一会儿乱斗的时候你再帮我来100就千人榜了。怎么加我微信啊？等会儿给你拉到那个子频道哥就好了。嗯，就你就把那个微信告诉他，打在公屏上，他没有开胖在那胖，那胖你把大哥拉到子频道。嗯，逛逛可以加我微信了。没有，你唱什么都好听。嗯，谢大哥送来的1314，吃鸡太任性了。就心想，飞你别动，你先别动，我直接先给你凑，斗一把准备一下，兄弟们跟雷蛇哥准备一下，好嘞，我乱斗一个啊，乱斗一个，兄弟们有的话跟雷蛇哥准备一把。也再次谢谢我们的秀罗哥送来的千元宝。哎呀，就开始。
凌晨哥你还卡吗？我看每次来的时候你都说卡，你是不是你还在国外呢吗？我在逗呢，你稍等一会儿才能连到人，歪歪有点儿要废了。你看清楚又读错了。清流的太久，我刚刚上播的时候连到一个主播，他还说到你，他说打团的时候遇到你，我说哎，菲菲姐怎么下午开播了？嗯，我就这一阵儿，这不过节嘛，大家没啥事，他们待着在家、哦，所以就是白天加播，加播一场，晚上是正常。为什么你们家兄弟们就是过节了没啥事儿，就是都是趴直播间看直播？我们家兄弟们这还没那什么呢，从一号开始就没见人影了。他们可能是在接他吧。我们家可能就是上班的比较多。感谢烟哥。可能就是可能是上班的比较多，可能就现在不上班了就休息嘛，可能过节休息了就那个啥老了。感谢烟哥。你们不老，你们还很年轻，你们还很直溜。天红。他们说他们老了吗？那大家怎么玩、okay. 啊，唱个歌一会儿咱唱歌吧。唱歌吧、唱歌吧，那你先吧、行，那我先来一个。给我灵蛇哥来首歌。谢灵蛇哥，谢天哥，感谢我的哥哥。哪儿也不想去啊，真哥。你的微笑让我的心和欢乐想燃烧，就像那你长长那好不知道唱什么了，欢快的歌我不会，唱个这个吧，完找个女朋友吧。谢谢兄弟们，感谢兄弟们，呀哈哈，五环呢。走在繁华街，我的寂寞更强烈。让人有一种身在世外的错觉，我怕被人发觉，心中孤单的遗憾，只有不停哼唱着我心的音乐，身边的朋友都有女朋友。为什么我自己却没有？不是不明白，爱情要看缘分，只是孤单它太残忍。我想找一个女朋友，这个世界时间不停留，究竟还要忍受多久，沉默多久，孤单好难受。我想找一个女朋友，给她世上最好的温柔，珍惜她的每个微笑，每
天的拥抱，那是多甜蜜多美妙。谢谢，感谢帝王哥，谢谢帝王哥，哇，谢谢帝王哥的飞机，谢谢 thank you， 祝帝王哥多中小可爱。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还能再唱两句是吧？我怕被人发觉，心中孤单的遗憾，只有不停哼唱着温馨的音乐。OK， 唱到这儿，谢谢谢谢谢谢，感谢帝王哥，谢谢帝王哥。我的天呀、啊！谢我落叶哥，感谢驴蛇哥， thank you, 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大哥 ，Thank you。太猛了，这是我这几天以来就是最多的一把票。哇，其实我还以为我凉凉了呢。我一看你们那边上飞机，因为我们这边还打了团啊，又打了啥，已经让大哥不少破费，兄弟也不少破费。完了，谢谢谢谢，感谢兄弟们救命啊！谢谢兄弟们。对，这是我这段时间票最多的一次。驴蛇哥，这几天吧。嗯嗯嗯，这个哎，好像我的任务好像都给过了吧？哎呀，没有，啊、还差一点点，你的任务应该都过得快完了吧？嗯，过得快，任务过得比较快，谢谢谢谢 ，thank you。像我们这些，像我们这些每天都在第一关侦查的主播，你们可能就是你们可能真的是太难了。你是刚开吗？啊，我不是，我开一个小时多了。像你们应该是不太注重过任务啥的，我这个还好。不是注重，很注重，没有钱。他们看，我看刷赛车卡都刷飞机啊，给你抽樱花呀，给你抽鱼啊，就是每个送礼物的都不一样，有的着急了可能给你送美人鱼啊，送水晶球啊，火箭呀、啊、什么的，不都有吗？它不一定非得是这个礼物啊。菲儿姐，你都有300多分的年度积分了吗？嗯，338分。我靠，过一天任务应该才几分嘛？你是不是打那个乱斗啊？就是年度的那个乱斗啊？对，他不有那个三把赢了之后会有赏金嘛？没事的话，我晚上会打一下那个赏金什么的。哦，这样子。还行，还可以，但是你说划算吗？就是可能有一点破费。到第三轮的时候，官方大大指定给你安排一个，就特别强的。安排一个大龙是吗？对对对，完了你去，你说你要放弃吧，报一下应该是豪哥，报一下豪哥。你说要放弃就不好。对，你要说打吧，还挺费的，就连着好几天就都这么打的。欢迎鱼生哥啊，欢迎后进来的兄弟们。刷月亮是可以的，帝王哥，刷月亮可以。刷月亮的话就是没有那么亏，你月亮亏还是那种水晶，就是赛车卡，我觉得赛车卡比较亏，我觉得月亮比较亏。为什么？因为他们说，因为我们家大哥刷过完了他还得一哎，这个非凡不可能是因为你们家抽奖的人不好说，中的花比较多。嗯嗯，是可能，反正套圈圈最亏了。对，套圈圈那个是最亏，套不着是连个球都没有。对对对，拜拜拜拜姐，拜 拜, 拜拜。哇，这个我这上手一条鱼都没有，谢我连手哥送来的蓝豆啊，谢谢。我加一下大哥的微信啊。主要是太给面子了，兄弟们，谢谢大家，谢谢谢谢。
谢谢，感谢我林哥，谢谢秀乐哥，秀乐哥有没有抽完奖呢？我问一下那个啥，非凡哥他是白马，他刚才我记得好像是给我刷了，没有卡上黄是不是？我给这个卡下黄，每次抽奖1000要亏3000，那有点亏了，林蛇哥。但抽奖好玩嘛，我觉得抽奖有的时候会亏，这是不是他？是不是？应该是那个给我刷的那啥，咋没给卡着黄呢？场控啊，扣工资，是我卡了吗？我怎么点不出来他呢？我卡住了好像，我点不出来，你说句话宝贝儿，或者你刷个那啥啊，我卡了，我啊，那我卡了，行，我错了，我冤枉你了。啊，一万亏3000，少看个零，少看个零，没事，林蛇哥都习惯了，大哥不会跟我计较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不是很严肃。加工资，白冤枉了，加工资，加工资，啊，加工资，今天表现不错啊，表现不错。那是我卡住了，我给它移除了，好了，这我就好了。也再谢谢我落叶哥，也谢谢我灵蛇哥，你笑起来真好看。老大，你唱个《春心潮》好吗？好了，令哥有没有啥想听的？还有灵蛇哥，落叶哥好像进来送完礼物，他就那个闪了。他就闪退了，应该是会忙，有点忙。还有逛逛哥，逛哥哥刚才有点歌吗？啊，点了。我大地勇士哥呢？还有我令哥呢？没有点个歌什么的呢？还有真我哥，你得支持我的工作，是不是？要不然你说，要不然我的广告不白写了吗？这以后还谁敢刷千元榜啥的了？剩1000球你还 PK 我 P， 兄弟们能不能给我连蛇哥保驾护航？啊，10000个球，我要升级，能带把手的帮忙带把手啊，那是1000吗？10000的票，就能保驾护航的给我那个连蛇哥保驾护航一下，千万不分。哎，我这个数字不敏感，就是干啥都能整错了。可你们别整错了，我整错了都没事儿。这幸亏歪歪不是天天自己算账，他是自己结算后台，要不然那亏死了。还有8000的球，真我哥还有8000的球。OK， 麻烦把字打对。哦，我的天哪，菲儿姐， Hello. 下午好。哎，我们就遇到了啊，下午好。哎，对对对对对，你晚上跟下午也播呀？也播。欢迎13、哦，欢迎13哥。厉害厉害，那咱们这把就正常的占占位子，就上场转就好了。那你先来还是我先？都行，听你的。那你先吧，我还没有找哥，谢我大地哥，谢谢我们的叨叨。和大地哥，这是清兜了吗？好的，那我先来。大哥不要吃饭，吃饭是没有前途的，我到起床到现在都没有吃呢。你忍心你吃我饿着吗？你确定这就是爱吗？真的爱我吗？手牵着手漫步斜阳，就当做浪漫，两个人眺望远方，以为爱的情爱情换了方向，你一如过往对爱太执着，但未来又会怎样？
寂寞不算拥有，你总学不会放手，我不怕你不懂爱我，只怕你把习惯我就唱到这儿，飞姐我要麦，时间可能现在有一点点多，你来吧。好嘞 ，thank you。给我绿色哥来一个经典歌曲吧，唱一条下来，唱一首还唱一条去，不好意思，有点串台了这嘴。请你等啊，不好意思，嘴有点偏了。想听什么？请你等一回，等一回啊，请你等一回，我无悔啊。是谁在耳边真有钱，真有钱！谢谢大家给我，就是占了位子啊、哦，感谢。喜欢听的可以给点关注啥的，这样大哥想听那个为什么，我给你唱一个为什么，宝贝啊。嗯，好的，那我先闭麦，谢谢崔二姐，谢谢。好嘞。师傅下午好，令哥，你有没有啥想听的歌？心的又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繁华的竟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
说爱的先不爱，好动心的却不死心，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他繁华了，竟只看到两个字伤心。为什么谎言总是看不破，幸福总是嬉皮笑脸的躲着我？为什么，究竟是为什么，你丢弃的玫瑰还坚强地活着？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知道这个结果还浪费了如果？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你如此的冷漠刺痛我的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猜不透你的心啊，明知道这个结果哥。令哥有没有啥想听的歌？令哥喜欢听这类型的歌吗？为什么不种花不种鱼呢？这首歌我们加油努力。这首歌有没有啥想听的歌？点关注就可以开真爱了。上面上面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可以帮忙点点关注，我晚上的时候呢是8点直播。我再感谢一下我们的本场贡献，再唱一遍，没有紫光不能再唱一遍。除非千元榜的兄弟们说我想听飞，你再唱一遍。要不不能唱，得有点架子，是不是？说拔了就能拔了动，那多不那啥呀？你除非说像谁呀？像我说令哥，飞呀好听，我还想听一遍灵蛇歌呀什么的，成哥呀，有那美丽呀，是不是？逛逛呀。我师傅呀，或者真我哥呀，大地哥呀，还有令哥呀什么的，修罗哥，还有渤海哥啥的，他们想听。拜拜，飞儿下了。好了，灵蛇哥，兄弟们跟灵蛇哥拜拜，谢谢灵蛇哥，谢谢灵蛇哥送来的礼物，谢谢灵蛇哥，拜拜，灵蛇哥，你先去忙，灵蛇哥。你如此的冷漠，刺痛。心啊，为什么爱你的人啊得不到你的心啊？对不对？有人点的时候咱再唱，不能自己随随便便就唱了。谢灵蛇哥真我哥，谢谢令哥，也谢谢蜗牛，还有小可爱，也谢谢我大地勇士哥，还有逛逛，也谢谢大刀哥，谢谢我歪歪哥。这个东西这直播呀真是不行，控制不住。谢谢四五大哥送来的幺三幺四，看有没有黄马。我们正常乱斗一组一三一四卡黄，不是乱斗是五组一三一四。是我小号，落叶哥在第一个呢，第一落叶哥走了。歌名叫为什么？有滑吗？行，我给卡上吧。有的时候不也不能叫人，大哥估计也不知道是乱斗的时候还是啥时候。到啥时候看你非有困难了，哥你记得帮忙搭把手啊。感谢修罗大哥，为什么歌声敲开了我的心门？
洗刷了我的灵魂，心灵在颤抖，我的心都起鸡皮疙瘩了。这词儿整的硬啊，现在雪莲哥，你说差400。啊，我乱斗的时候差400。没有冠名咱不能开，嗯，但是能唱个大悲咒吗？那必须能吗？别人说不行呢，正我哥必须行啊，给我哥安排一首啊。今天这个衣服穿的是不是有点太凉快了？不是400，是400元榜，哦，差400元榜，哦，来首大悲咒送给郑我哥，谢谢郑我哥送来的千里榜，一首歌大悲咒带着祝福送给我郑我哥，祝我郑我哥生活幸福，事业顺利，每天开开心心，身体健健康康，也代表我郑我哥送给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兄弟们。说信我们晚上开机节，福利哟！现在把真爱开开啊！没有开真爱的兄弟把真爱开一开。上方没有点关注可以点一下关注，晚上是8点直播。南无大塔呀呀，南无阿利耶加。行不行？
别要求太高，白天那有的都不知道我直播啥的呢。嗯，这个榜啊都赶成我晚上直播的榜了，差不多了。哎，是不是就差个万元榜了，是不是都快要赶上我晚上的直播了？但是有好多这个外家的，这个可能是不是咱家的，这个好多卡马甲的。嗯，白天可能因为可能自己家的粉丝上了线不多，但是可能这个时段的粉丝没有看过我。越过云面的高山，你白天咋播了呢？白天这不你们休息吗？我寻思休息不没意思吗？给你们白天播一播。嗯，其实我不是为了吃饱，我就是想跟你们直播一会儿，想跟你们唱唱歌，怕你们在家无聊。跟那个啥的没有太大关系。啊，我说我想说过个小号，现在不用了，用。让梦卷走这尘埃。那哥，你说两个在榜上能一样吗？还有兄弟说，哎呀真暖心，谢谢淡定哥。没有过摘肉的直接喊那个摘肉过一过，上方没有点关注的兄弟们记得把关注点点，我晚上八点直播啊。 PK 还没有感谢呢。哦，我没有感谢吗？我感谢了，谢谢令哥，我刚才感谢了，谢谢令哥，谢谢真我哥。我看好多没有我的真爱了，大家可以帮忙开一下真爱啊。绿凡回去直播了。好了兄弟们，我一会儿也要下直播了，没有点直播室通知的把直播室通知勾一勾，和点一点玉凡啊，也是咱七彩优秀的主播。跑得真快呀，他多乱斗不能浪费团战加成，反正乱斗也是唱歌。其实我乱斗很少的，其实乱斗也挺好的，没事说说话找找乐子啥的。直播内容可能调调侃呀还丰富一些。团战我觉得白天这个团战比较有意思。我已经两个小号的百元榜了，谢谢我真我哥。嗯，哭笑不得，我一看那个谁，一看那个九情一低头给大哥充值，哎呀那个开心啊，我看你们在这哈哈笑，我才看你们是咋回事。我不明白呀，又亏2000多。嗯，我不明白呀，那个时候我你们一笑的时候我整明白了，我还没给令哥来首歌呢，令哥没点歌，我就找一首咱自己的那个啥。嗯，令哥我你要不点歌的话，我给你唱一个非常心血的歌最近。嗯，老大直播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兄弟们，我太搞，那我先哭一会儿。你说的太虚伪了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要逗一个了，逗一个的话我要唱个歌呢。我先问问你们，我最后逗一把完了休息唱个歌行不行？我得经过你们同意，你们同意了我才能逗，要不然你们是真不管我。行呀，好嘞，行，好，行我就逗了，完了之后我再唱个歌，我新学那歌叫啥了，比较欢快的，你热情如火，正好给我另一个唱一个，你热情，一人一组六六计划，输了就输了，无所谓，没事，到时候我们晚上再斗，输赢无所谓。嗯，热情。怎么没有这首歌了呢？但能赢还赢啊。啊 ,Hello 美女你好。下午好菲儿姐。哎，下午好安娜。
哎呀，咱们是不是遇到过？只遇到过一次。我记着好像遇到过，我只能刷组六六。行，我那个逛逛歌，可以，无所谓的，没事儿。我们就主要我们就是要唱个歌嘛。啊，对对对，唱唱歌。嗯，那来吧，那你先来还是我先？要不你先，你有找好的歌吗？我还没有。那我就先来吧。好，你有找好歌，你找一下，我已经找好了。辛苦啦。嗯。我该如何去厮守你才觉得不强求，互相折磨到白头，即使消失的温柔，难道非你不可，是有多难得，这样的感情对我来说。多洗贼吧，写名字干。祝名字跟人生合一，希望九千哥感谢灿灿。偷走我的心，你是贼。相信你有鬼，这一个轮回。我知道再也不能心如止水，爱情的心事幸福而憔悴，有几人能逃过这大喜大悲。长天和秋水，明媚的花蕊，连擦肩而过都像一场宿醉。你一颦一笑荡漾几多回，整个世界都被你占领心扉。后你就这样来了，道心的贼，突然袭来就让我没有防备，我的心被你掏得无怨无悔，谁能够体会。后你就这样来了，道心的贼，我的一腔热血就化作眼泪，不要再让我悲伤如痴如醉，再爱一回。长天和秋水，明媚的花蕊，连擦肩而过都像一场宿醉。你一颦一笑荡漾几多回，整个世界都被你占领心扉。后你就这样来了，道心的贼，突然袭来就让我没有防备，我的心被你掏得无怨无悔，谁能够体会。后你就这样来了，道心的贼，我的一腔热血就化作眼泪，不要再
谢感谢。后你就这样来了，道心的贼，突然起来就让我没有防备，我的心被你掏了无怨无悔，谁能够体会。谢谢我令哥送来的樱花，谢谢兄弟们。想我把这首歌，这首歌也是大哥点，我给唱完了直接啊。好，喜欢我那个安娜的也可以点点关注，我是假的主播啊。谢谢清风哥，清风哥你卡上黄了吧？啊，谢谢念哥，还有马富贵哥，哎，谢谢小令哥，这该那个啥了，该下播了，可以了，可以了，已经相当可以了，休息吧，嗯呐，可不，该休息了，要不然晚上真不能播了呢。谢我陆毅大哥，谢谢，也谢谢陈哥，感谢大哥。哎，谢谢我马美丽，谢谢我家美丽，还有我们家林生哥，感谢令哥，谢谢令哥，还有我们家的凡，以及我们的逛逛，还有我们的真我哥，以及天岛师傅，还有我大地勇士哥，还有李修罗哥，谢谢我郭海哥，还有我们的马富贵，该休息了，嗯，谢我们的逗号，以及我们的卡，还有郭宝，谢谢我们的初原，还有我们的 HLG 哥，以及平安，谢谢我们骑着蜗牛追火箭哥，谢我小包记者，小包记者你这一抽中的吗？你这天天都有鱼，还有我们的麦兜，以及我们的豪哥，谢谢我们的字母哥，谢谢武汉哥，以及新风哥，谢谢我们的非凡，还有我们的
纯属虚构哥，还有我与春风大哥啊，以及我们的打勇哥，还有蜗牛大哥，谢谢我们的姚黑，是不是姚姚黑哥，还有我们的蛮小满哥，还有我们的商城哥，谢谢我们的虎牙，也谢谢我们的小猪，还有我们的二言，我不是二言哥，吃瓜群众，还有老周以及不玩的哥，还有我们的如鱼鱼鱼得水哥，谢谢我们 JWY 哥，也谢谢我们的那个飞小迷妹，谢谢我们的君家素颜，还有豆滴欢乐多，谢谢亮哥，感谢小亮哥，谢谢问号哥，谢谢酷哥，也谢我们的小可爱，谢我们的二炮哥 ，Thank you， 想去吧，玉凡那我看看直没直播，好像是直播了，这卡呀，玉凡那是多少号了？玉凡那是多少号了？谁记着玉凡是多少号了？你们愿意去溜达的可以去溜达溜达啊，我看玉凡是多少号了，忘记了呢，我晚上正常8点播，兄弟们。我找找啊，9265啊，可以复制个飞机票啥的，9265，手机可以搜索9265，去走走溜达溜达吧，嗯，去吧，那我就下直播了，兄弟们，嗯。真我也可以加微信了，丫头，真我哥你要加我微信吗？走啦，飞走啦，我有微信，你谁呀、啊、你跟我说句话，你们天天改名，那电对公屏有这个飞机票，一点就去了，我就下播了，兄弟们，我要想聊天的可以向子频道去聊会天啥的，嗯，哎呀呀，有微信啊，尴尬了，这天天的那个啥，欢迎本尊哥，天天我都不知道是谁，9265，就刚刚唱歌的那个，我连麦的那个，去吧去吧啊，拜拜！场控老师发，你们不要发啊，波波不要发啊，就有什么事让场控老师干。嗯，好了，拜拜。去年加的，你是谁呀？